该县积极争取医疗资源，辅导卫生福利部补助病院规划东石医区，自111年3月筹划设置，选定东石消防队边啊两块农田水利署加南管理处的土地为预定地，并且争取中央经费9500万兴建两层楼高的医疗大楼。经过行政院的审核通过，将为海区的医疗量能大加分。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七号由县长汪章良、立委蔡依依、东石乡长林俊雄、县议员兼卫防蔡正仪、埔主病院院长赖忠良等人陪同前往预定地宣布核准通过好消息。陈文灿表示，东石乡老人比例24%，是沿海五乡镇上高，相比较于全国平均18%，甲议员平均21%，东石乡真需要医疗、福建以及长者资源。未来除了扩大服务沿海乡亲，民众就医更便于舟车劳顿。在之前跟蔡议委员一起努力，把水上那化排除在嘉义市里面，那可以变成嘉义县的这种人数啊。那过去大概水上都是跟嘉义市在一起，那因为有多了这个水上，那回到嘉义县，所以我们多了78个病床的床位啊。那所以谢谢蔡议委员跟中央的卫福部跟行政院的支持能够让沿海未来这个地方会在整个洗肾复健还有相关的长照日照那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后透过东石医院的新建，然后把埔子医院它的火靠刷来当酒，它就是在沿海一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地区里面的东石医院的埔子医院。这个未来对于我们这一家医院可以用申请更优秀的公费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医疗资源，然后来这个地方壮大整个埔子东石的医疗的一个空间，会有很大足的一个帮忙所以我们在经过赖院长这几年来很努力，甚至去找了消防队旁边这么大的土地，那我们未来在这里新建的东石医院目前是第一期，也就是预算在1.5亿上下未来如果我们好好的经营，那后面的腹地非常的大，还可以甚至还有二期跟三期的一个新建计划会在后续陆续登场。嘉义只有一个公立医院，就是埔子分院。那我们卫生福利部目前已经这个正式审查通过，那国发会正在审议最后的经费阶段，我们会从宽编的经费，希望明年就正式来启动新建，来照顾沿海的居民，尤其是那个东石乡这里人口老化的指数已经到24%，非常需要这个医院。我们希望逐阶段扩充这个医院的功能。蔡议员指出，现阶段埔主病院坐落埔主，但是埔主已经有两间病院，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甲布地、东石、基德以及鹿草乡等乡镇零病床相比较，未来希望东石分院成立的时，将埔主病院户口刷到东石乡，和偏乡有机会申请更优秀的公费病院，壮大医疗空间。目前预计兴建大约1.5亿，那是经营顺利。后面的北地也可以当扩建2-3期。新闻部长来信，当石乡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大家好。那这段时间因为是登革热流行的时阵哈，就登革热流行的县市那基本上大家拢真紧张。那希望能够把疫情整个压下来，那不至于扩散。大家知影，台湾的方法除了是咱大家合力，不要让它再滋生以外。那就要配合一些所谓的药剂然后来做扑杀，所以你定看到有车在外面在喷但是蚊子也可能飞到你家里所以家里面也要处理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可能造成大家很不方便，所以在这感觉非常的抱歉，那造成你的困扰但是也更忙我们的乡亲时代可以配合所有这些工作人员那好好将这件事做好，这样才可以让家己平安。双十国庆造成轰动的美国 UCLA 棕熊行军乐队来喽！10月14号上午9:50到10:40，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演出。他们在洛杉矶奥运、奥斯卡颁奖典礼都曾经表演过，现在在嘉义县就能看到。
现场还有加油好市集，喜欢看表演逛市集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